对，没有太阳最好。谢谢，我们会听。我们已经连听这第。小金，我不要礼物。啊，是水果。洋葱。他有半个，柠檬拿了半个样子，有天然的，喜欢啊，洋葱很喜欢。好吧，下次改丢一笔。好，赶快准备一笔。对，它是有点像。弟弟刚刚被他阿姨抢走了，他的两只小 baby 都是公的，有两只小的，所以总共有五只。五只的是公的，这一只是公的。是公的。哥哥在干嘛？在打鼓啊。好可爱。还摆 pose。他妈妈在山坡上。那是妈妈，那么小只哦、喔，对对、那就是妈妈。弟弟要抢他了，他不该再打架了。对，没抢走，他的哥哥还是挺不屑我们，一群在看你们的床上。他哇，好像。他很喜欢。金刚先生的毛毛讲古十一点钟在这里举行，欢迎有时间的人留下来听。很难得。金刚先生的小故事。没有，他听这个是打屁股。只有水珠。大只哦！为什么一公里、两公里低的嘛？桶里面。哇！有一只小猴子啊！在这里，在这里有空。猴子，猴子，妈妈，你要跟猴子说什么？好像住不同区啊。Hello， 你要跟猴子说 Hello。就是那刚刚有介绍是叫什么活物哈？快点哈！在那里喝水，在那里做怪表情。因为塔阿姨其实她还是有点肿啊，她就是那种方子。那像我看那个香港那个杨颖，那 Nancy 是不是？她其实是平的，所以应该是没有拉伸。他上次有说那个，因为他们有在吃驱虫药，所以那个牙齿毛片什么会软软。但是精神方面什么都
正常，蛮正常的。其实我是这么跟他讲，哎，居然可以骗人吃去肠胃。对，那用吃的通常是针对肠胃的寄生虫，因为他们如果是吃那种寄生虫，然后他还上次有说就是假发里。也不难，好可爱啊！啊，不是要那个。星星 baby 耶，还要十五。那别狗也没别狗。知道他肯定不会了。太了解。这是有虫虫吗？那为什么要倒出来？海里也不难。嗯。没有别的鸡。都在等。林口拿到旁边去吃了。终于大陆妹她愿意。那我们想要这个时间来，因为我上次来是我上次来的时候是六月。日落大卫，很大片大玻璃上。咚咚咚咚。教学弟弟的时候都会那种，对，但是大碗不能在这么深的里面啊。算是害羞，对。这次吃的都有很久了。